看过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年轻时的旧照，才明白颜值可以有多高。如果世间有神仙眷侣，就应该是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那样的，两人是最佳的黄金搭档。年轻时的颜值更是高的离谱，回看百惠与三浦以前的旧照，才明白颜值原来可以这么高。山口百惠是老一辈的女神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那清纯的面容、浅浅的笑容、调皮可爱的小骨牙，加之独特的个人魅力，与她有关的一切也在若干年后成为一代人美好的青春回忆。此外，百惠八年的演艺圈生涯让她红遍东南亚，主要作品有伊豆的舞女、虎之旗、血衣、赤的冲击、绝唱等。三浦友和是百惠最佳的搭档，二人因电影伊豆的舞女而结缘。1980年11月19日，三浦与百惠结束四年的恋爱路程，走进了婚礼教堂。不得不说的是，三浦的颜值真的很高，而百惠亦是幸运了，他遇到了正直、英俊、真诚的三浦，幸福一生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